我们王天，他是谁？既然你都看到了，我们离婚吧。为什么？你三秒。他比我对你好吗？你三秒。他比我有钱吗？你三秒。你能不能换句词？哼，你超不过三秒。我要这提防有多小林，过来问一下。啥事，大哥？我跟你说，今天这个事情你要给我整跪了，有没有？放心，大哥，交给我。喂，你们好几到？我已经到了。不要慌，马上就到。请你抓紧时间。给我两分钟。货在了没？有钱就有货。我想养活强有的谁养活来了，开门只够一块钱，只够一块五，只够五角，只够一十五角，这边还有宝贝套，你要哪个？我要是活在的多啊，这边要哪个？等我把钱了，宝贝要拿钱来，拿钱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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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阿聪姐姐啊，小二小二姐小二姐没事啊。人家妈认错人了，是你妈，老子还以为是强奸我的，跑到他那来等到你，你是做了几个老虎吗？姐，妈，我怀孕了，我也不知道孩子是谁的呀。卖水果的，卖水果的，新鲜的水果啊！哟，妲己姐，苏克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你自己开的吗？哎呀，这么长时间不见了呢，挺厉害呀。行，你先忙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姐，别走啊，我这没啥给你好的，你要不一个大香蕉咋给你了？不用，我留着卖钱。拿着吧，真不用，真不用啊，不用你吃也行啊，对不对？不用你吃也行啊，吃老长的，吃老长的，走吧，啊，拿走。你是相亲的吗？嗯，我是光棍村的，我叫温德奇。你是光武村的张德凯哇？我是他邻居，我姓贾，我叫贾德金。真的呀？我想看啊，到底贾的金不金呢？滚呀！你管我？美女约不？我不是那种人。给你500行不行？大哥，我今晚是你的人。给你5000。不管你们来多少人。给你50000呢？不管你们来了是不是人，那走吧。走吧。